各式生鱼片握寿司现场制作，新鲜美味看得到，丰富口味拼盘组合，外带式的设计让消费者省去等候时间，任意挑选，即时就能享用。我觉得很好，很好吃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。我就觉得大家提供的餐饮都太类似了，对啊，那现在有一个新的选择，我觉得很好，是真的很爽口的，然后它的价位也很亲民。平价位，所以我也会推荐朋友再来这边吃，这边有冷气也蛮凉快的。顺义尾鱼专卖店在全台创立20家直营门市，这是第一家在百货公司的 To Go 外带店。业者强调，所有食材使用负60°C 超低温冷冻技术，尾鱼进入船舱即进行急冻锁鲜，以一条龙式乃至仓储加工，从渔场直送到门市，皆以超低温维持鱼肉的细胞活性，也坚持海洋保育，并且取得鲸豚安全标章等相关认证与合法渔获来源履历。我们主打还是新鲜超低温，零下超低温还有60°C的尾鱼，对，然后跟一些严选过的食材。百货公司美食街提供的餐饮大同小异，且以现场食用居多。这次引进顺义尾鱼 To Go 外带店，除了丰富选择性，也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便利快速的用餐需求。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里面，很多都是现场食用的，或者是主题性的餐厅，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个让消费者便利携带，或是便利带回去跟家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美食。那我们这次呢，特别引进了顺义水产呢，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去做一些服务面的这个设置。那当然这次的主要的部分呢，它的产品里面呢，除了有它本店里面有的东西之外，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新鲜的这个渔产类的东西，而且都是现场制作，师傅现场制作，所以都非常的新鲜。和本店有所区隔，顺义 To Go 外带店不时也会推出独家新餐点组合。业者强调，黑尾鱼名列东港三宝，更是老饕的最爱。每年的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总是吸引各地饕客慕名前来品尝。但是要吃黑尾鱼，现在不必大老远跑到东港去。喜欢品尝生鱼片握寿司的民众，只要来到百货公司，有的吃，有的逛，还可以外带。业者有信心能够抢攻消费市场，带来商机。屏东新闻蔡丽华、魏德伟采访报道。